前那里几乎还不错的。那个女医生本来也给我发微信说我还是可以去找她。说实话我想算了，我搞了这么久还没搞好。都是你老师教的徒弟。所以说我就，他说你可以到原来的店子里去搞，也可以再继续来找我。我就不会选择再去搞他了，因为我已经在他的手下搞了一年了还没搞好。